我想問你知唔知道我扮緊邊個？咁可唔可以影幅相？知唔知道我扮緊邊個啊？哦，可唔同我影張相啊？可唔可以啊？知唔知道我扮緊邊個？曾志偉。執咪？唔好走起兩條。即係而家覺得細佬同唔同你做到 Anson 女主角，幫唔幫到你都唔緊要啦。平時對你就好冷淡啦，好似我唔中意你，但係我 feel 你係愛我。唔好喊啊！冇事喎。如果唔好喊，我哋一齊約食飯。OK。这一对手，不管几高的对手，如同神队友，知参背后，要往死里拼都不肯接走。所谓关关难过关关过，我哋已经经历咗两轮嘅同快赛啦，我哋嚟到第三弯嘅挑战赛啦，咁嚟紧嘅 task 又系点呢？其实我哋今日咧喺为教主努力拼搏之前咧，我想大家一齐做一件事先，就系写一封信俾屋企人啊。咁我哋呢封信咧个主题咧就系假如我今天被淘汰啊。一知道又有人要被淘汰，个 vibe 突然变得一片死寂。你睇 Valerie 同埋 Joanna 当堂冇晒心机，但系 show must go on 噶嘛，不如积极啲写好呢封信，将呢个月嘅心情同埋感受用文字抒发出嚟啦。嘿，今日大家咁齐人啊，系咪好想知道考验系咩咧？但我不想俾你哋知去邊喎，所以咧，你而家幫我戴上呢個面具同埋眼罩先。係啦，搞笑啦，唔戴係咪好緊張啊？唔戴呢個緊張啊，唔使戴啦，要戴啊，要啊，乖啦，你一個，好可愛啊，好多位 Anson， 不要啦，我幫你，好開心喎，我揾到一個好開心嘅人。话时话，咁多个教主一齐同框出现，好乱啊！咦，咪住先，一二三四，点解多咗个嘅？哦，原来真阿 Lu 嚟咗啊！不过为咗节目效果，唔俾参赛者见到阿 Lu， 唯有用呢一个方法俾佢哋近距离接触住先啦。幾得意嘅，因為可以咁近距離接觸到大家參賽者，但係佢哋又完全唔知道我喺度啦。會可能而家要節目播出街，大家睇完之後，大家先知道原來我係同大家一齊行過呢條路，係幾好玩嘅，算係呢個節目我第一次真正接觸參賽者嘅一個好有趣嘅開始咯。哎呀，製作組又真係低估咗呢班準神徒對教主嘅認知啦！一、小朋友，喂，唔係喎 ，Anson 喺我後面喎，我聞到佢就香水味喎。哎呀 ，Lu 啊，你太唔小心啦，爭啲就穿煲自爆啦！喂，快啲跟住行，仲有任務噶。嚟到啦，可以揭開你哋嘅面罩啦！哇，好嘢！冇错啦，今日嘅考验就要队员斗快行过呢条大约四层楼高嘅双人天梯，上面挂咗五个信封，最快揾到自己队友所写嘅信就为之完成。时间最慢嘅一组将会被淘汰。参见教主啊！哇，参见参见参见！你知唔知啊？你个 MV 女主角啦，佢嘅队友啦，同埋我啊，成日都问你究竟几时会出现呢？其实咧，我自己都好想参与多啲嘅，咁但系因为近排嘅工作真系好忙啊，所以我仲。跟公司傾緊，究竟我幾時可以出現到喺參賽者面前？咁但係咧，我今日係好堅持要做一樣嘢嘅，就係咧，我一定要親身嚟呢個營地嗰度做呢個挑戰，感受一下，同埋幫參賽者去預先試一下究竟佢嘅安全有幾安全啊？究竟好唔好玩啊？呢件事 work 唔 work？ 但我想講咧，你係要上咗去之後再行過去對面嘅喎。哇！任何人要玩呢樣嘢都會驚嘅，係嘛？係啊。先生，阿 Lu 你真的讲得好啱啊！大家看看柳应庭先生的亲身示范。得，冇嘢冇嘢，阿Jack下一步先。哇，好危险啊！呢条木咁脆弱嘅。唔系噶，放心啊，花姐跳上去都冇问题啊。冇事噶，系啊。耶！过咗呢度你就完噶啦。哦，过唔到啊！阿 Lu 亲自嚟到实地考察，梗系会确保安全措施系做到足噶啦。认真检查，一啲都唔马虎噶。我有吊過 wire 嘅，上次係吊去呢度，多謝曬，即係首次嘅咯喎，呢度係啊，初體驗啊，係啊，有冇感覺係拉住？拉住自己嘅，箍到好緊咁樣，好似有少少力拉到，都未得嘅話再拉高啲個。啊，咁又唔好，拉高啲都拉高啲都唔係咁好嘅呢件事。由於現場發生特別事故，教主需要改用另一種安全器材，不便之處敬請原諒下。
其實我覺得是很難的，因為我而家就咁望落咧，就係我要行嗰條道路的木板咧，係隔得很遠，同埋係好難平衡咯。我自己覺得我呢個體重咧，我都算是輕的，以男人嚟計，我應該是很輕添嘅。咁如果我啱上去試完之後，我覺得很難咧，咁爹哋啊，又或者身形比較健碩的哥哥咧去做呢一個 task， 應該係會。應該是會 suppose 係會咁嘅，可以出發了喎！可以出發了，要快啲啊！因為等待的時候是很折磨，因為你其實驚驚地，跟住又未開始，跟住你 keep 住係咁望住，而家有幾高有幾高，自己就會開始亂諗嘢。明白的，但我哋都有最後一個通知，就是我哋決定幫唔到你啊！我以為你話拆曬我所有的安全。唔會啊，其實係我哋已經安排咗一個靚仔哥哥同你一起上去了，係喺邊位咧？你有個同伴嘅，所以喺後面，喺後邊，佢已經哥哥係啊，靚仔哥哥已經。等緊你啦，掂曬，好啦，開始。正當教練作最後講解嘅時候，阿路突然有重大發現。擺喺度嘅話，如果平時都擺喺度嘅話，一定啊，平時掛喺度啲人咪隨時擒佢咯。咁我哋用一時咧先要擺上去。OK， 你唔好向上挫佢喎。我唔緊要，向上挫跌咗落嚟咪誒擺上去啫嘛。我擺唔到上去，跌咗嚟啦應該。咩事 ？Hello， 唔好玩啦，为全世界等睇你示范喎。啊，好。哇，已经开始紧张啦。点解我会自愿做呢一 part 噶？发生咗咩事？系爱啊！见你爬得咁快，仲唱埋歌添，应该拦你唔到啦。Break down。我了解再擴大，哎呀 ，OK， 過去，哇，黐線噶，好搞笑，哎呀，哎呀，救命啊！跟住我要做啲咩？爬上嚟只是第一关，你仲要同队友行过对面先算是完成的，就是教主又唔使惊啦，全部神徒都撑你啊！等先，咁。哎呀救命啊我不行啊。啊冇用啊，求下你撑醒唔好用啊，求下你帮帮手啊，真係。OK， 好我冷静咗啦，我觉得第一步呢我係可以自己嚟嘅。OK。哇，好终于明白人哋嗰啲呢电影呢成日都有呢啲咁嘅情节，咁啲动作片。其實不是咁恐怖嘅咋，第二步嘅應該係啊，喂，你冷靜啲先，係啦，唔使俾咁多嘢我嘅。我好想同各大參賽者講啦，只要你肯踏出第一步，之後嘅道路就會好平坦嘅，就會嚟得好順利，同埋你就會發覺原來你係克服到自己驚嘅嘢。OK， 掂。踩曬啦，踩曬啦，係啦。好，跟住我而家上嚟啦。係啦，著地啦。OK， 著地啦。Hello， 恭喜你啊！雙人天梯最後一關啊，加油啦！哇，條安全帶好戳我嘅重要嘅部位。男人最痛係咁嘅。我要只腳逐漸一隻啊！救命啊！係啦，係啦，姐，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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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次其實我自己去玩呢一個高空嘅力奇咧，感覺上好危險啦，同埋係好需要膽量嘅。今次嚟呢度都挑戰一下自己咯。Hello， 多謝你為神隊友們作出英勇嘅示範，依家輪到佢哋嘆啊！第一组进行比赛的是钟泳瑜家庭，有少少似阿J拥有高级嘴的细佬同埋靓靓妈咪出战。我以为今天不会咁劲啦，点知原来嚟到要攀，话要一行，就少少惊啦。而阿捞就会在后面的屋仔观察住，为你哋打打气。我喺度支持你啊！喺你面前唔会衰嘅，好犀利啊！妈咪，妈咪 OK 啦，撞埋去啊！小心啊！因為你有機會撞木，好勇敢嘅媽媽。嗱，靚媽真心好犀利下啦，但係細佬就好似有啲吃力咁噃，爬一步都有啲困難嘅。睇到阿家姐同阿撈都有啲擔心啦。哇，好驚啊！唔好啊，向上望啊，仔！細佬啊，加油啊！向上望啊！好叻啊，你哋！唔等得咁多啦，我要做女主角啊！聽到
妈咪咁讲 ，Caris 心都噏埋，家人嘅无私奉献，见系伟大啊！因為其實細佬係完全好唔想玩呢個 game，which 我係超級明白嘅。因為如果對一個超級位高嘅人嚟講咧，其實呢個 game 係簡直係挑戰心臟嘅。加油啊，細佬！比賽正式開始，靚媽同細佬可唔可以順利完成再闖一關呢？開始當你為我歷史。而 Valerie 媽媽好似遇到啲意外咁噃。向後歪，向後歪。OK， 向後歪，向後歪，歪後個人。會唔會因為呢一個失誤而要被淘汰呢？前朋友，你這一對手，不管幾高的對手，如同神隊友，自慚背後，要往死裏拼都不肯接走。前朋友，你這一對手，不管幾高的對手，如同神隊。講真，今次王浩然揾到諗緊邊個上去嘅時候，大家都有啲推搪啊、遲疑啊。我哋都有最後一個通知，就係我哋決定幫唔到你啊。上個禮拜已經接收到通知㗎啦嘛，我係驚咗三日咯，但佢哋係，即係佢哋完全冇一個猶豫嘅 moment 咯。咁係令我覺得好震撼呢件事。等先，到我啦，我揾頭先，揾嘅，我。深呼吸之後，你媽即刻上咗電感，充滿力量向前衝，就連細佬啊都冇咁驚啊！哇，勁啊！一嘢，媽咪好嘢！我再過啦，好嘢！哇！哦，好可以，一定要抽到佢嗰個啊！啊，係啦，係啦，係喎，係喎，耶！本身以為係會驚位高啦，但我最後驚咧係驚，因為第一隊咧，我哋唔知其他組嘅速度。所以我係好驚慢過其他組，跟住收咗，跟住就我唔想家姐唔開心啦，亦都唔想自己唔開心啦。話咁快就完成任務啦！嗱，兩個仲好淡定咁慢慢降落落嚟添，呢一關好似考佢哋唔到喎。影啊，係好得意啊！哇，我條嘢好痛啊！你又要靚啲啊？係咪唔核突啊？咁樣靚唔靚啲啊？哇！有啲擁抱媽咪啊！咁多謝佢哋啦，因為佢哋喺呢幾日為咗我做好多好多嘢啊，所以。係啦，我會繼續愛你哋。眼有淚光，我見你。咦？你喊下。哇，係喎。咬底好叻啦，咬咩底啊？都話有你支持我。媽咪好叻。啱啱俾咗魔力我隻手啊！快啲俾佢攬下。喂，嗱，唔好乘機啊！嚇，咁易俾你攬嘅咩？影相啦。係同女神影相。靜啊 ！Hello， 佢係咁嘅，唔好當真，佢講啲嘢。而家到 Valerie 嘅爹哋同媽咪上去啦，你有咩感覺啊？我對爹哋咧係，我覺得佢冇問題嘅，因為佢運動好好啦，身手都好敏捷啦。但係媽咪咧就佢位高啦，同埋佢從來都未攀過呢啲咁高嘅嘢，所以比較驚媽咪。但係爹哋隔離傍住佢應該 OK 嘅，希望佢快啲抽到風信，就唔使做咁多任務啦。可以同爸爸媽媽有冇信心啊？希望順利啊！三、二、一，加油啊！六尺高的何爸爸攀爬呢啲咁简单的动作，梗系难佢唔到噶啦。不过其实佢最担心的是呢度啦。见到个绳索，即刻惊妈咪玩唔到啊！我咁大个咧，未试过擒咁高，只手俾多啲力拉上去。好痛啊！揞到膝头哥。OK OK， 出落去啦，出落去啦。一半啦，一半够啦。都话有妈的孩子像个宝，为咗阿女可以赢到比赛，何妈妈可以去到几准？位高都唔理啊，顶硬上！加油啊！我只手好攰。放松，只手啊，只手啦，俾我，俾我，俾我，你放松啊，唔怕噶。放松，放松个人，唔使咁紧张，慢慢转身。OK OK， 放松，揸住我手，你揽过去。哇，妈咪唞晒大气啊！哇 ！OK OK， 来过来过过去，三，唔系喐啦，有冇喐？唔系住爸爸，企定企企好。呢一下我睇到满满嘅爱，互相扶持嘅何爸爸同何妈妈一齐走过天梯。沙峰有，十个女一次点啊？太过女啦！
公主病夠高，隻眼唔夠靚，真下巴，冇走啦，手短腳短。唔夠白，咁都唔夠白。我想講呢個女女已經算皮膚好白噶啦，唔使緊張。佢仲未抽到啊！佢著嗰兩個十個優點啊！好靚仔啊，好勤力啊，好謙虛，錫屋企，愛動物，準時。笑得好靚仔。啊！跳舞好了解我，好了解我，認同媽媽。係啊，好夠十個。我得下鋪。再兩分。抽三個都唔夠啊！上山容易落山难，呢个道理都适用于呢条天梯噶噃。啊，向后歪，向后歪。OK， 向后歪，向后歪。啊，后边人得，只手揿住快板，放脚，系揿住，揿住。冷静嘅何爸爸果然能够支撑大局吓。而何媽媽的表現更加足以證明對阿女 Valerie 的愛是有幾深。爸爸俾咗勝利嘅 pose 啊！攀高嗰啲你唔玩嘅，好驚噶，點解又玩嘅而家？冇辦法啦，為咗阿女。係啊，冇辦法，為咗阿女咩都要玩。我真係未玩過呢啲，真係從來唔玩。譚詩怡到你依組了，我見你大哥二哥好像很有信心咁。啱先問下做邊個上，佢衝咗出嚟喎。係，呢個係佢哋第一次攜手合作去合作啦。一個 task 係。大哥二哥有冇信心啊 ？OK， 有。嗱，自問坐唔定嘅二佬呢關似乎開正佢嗰飯啦，但係佢點可能拗得到廖氏如神嘅教主啊？佢嘅步姿咧係令我諗起頭先嘅自己啦，就係。懶係好快咁，但係咧其實好驚啦，所以要貼住碌柱，成個身就嚟包住條柱咁樣爬上去，都係好驚，手都震埋，定住啊！好犀利啊，兩個！喂，扶住先，扶住先。哇！第一次拖手喎，第一次拖手喎。對上一次幾時啊？對上一次，我真係唔記得。得唔得？得唔得 ？OK OK。冇事冇事，一齐一齐，冇事。兄弟同心，其利断金 ，Bros respect。得，好。呢边。好，我噶呢个，请讲出五个 Anson Low 嘅昵称。AL 粉红教主，粉红教主，仲有啲咩？阿 Low 咯 ，Low Low 咯，同大家 Low Low 住。阿木。Bobby。仲有咩啊？陆康庭，大，好嘅。呢个。咁讲出十个细妹嘅缺点：肥、公主病、A 零骨、矮、大髀粗、八婆、唔做家务、懒、成日闹我、唔使碗、唔做地。我睇下佢哋几多嘢远。哇，咁多个嘅，请清楚唱出以下歌词 ：Show me 一世的战士，一世的意义。唱晒出嚟就算，唔系读晒出嚟就算。哦，你激嬲教主，教主，我帮你落闸放狗。我呢个字咯，系啊，系咪你封信啊？系啊 ，OK， 系咪呢封啊？呢个活动咧系真系要靠默契，手拖手咁样，每一步都要配合翻对方，先可以完成呢个任务嘅。平时有几唔合契都好，喺今次个任务度，我哋都比平时嗰个默契度系真系发挥到出嚟嘅。我都希望我哋之后都可以继续咁样合拍到发挥落去咯。见到呢个屏幕咧，我第一个谂嘅就系话，使唔使我玩先？但原来跟住话系要我玩，咁啊震晒啦！嗱，唔好话肥爸爸，就连我见到佢要玩啊！我都戥佢擔心啊！棄權舉手，代表驚，不過唔緊要，真係。作為神徒嘅 Hazel 呢一刻嘅心情真係好複雜啊！既要擔心爸爸，又唔想被淘汰喎，跌入懷疑人生嘅狀態啊！三、二、一，爸爸係我今日最擔心嘅一個，但係我覺得佢係可以嘅。我呢個頭盔攞住啦！嚟到呢一刻，兩父女都要將所有嘢拋諸腦後，一心一意向目標進發。而冇得落場嘅 Irene 只有默默用心去支持啊！
爸爸上到咁高級咧，真係好勁㗎啦！個位高嘅，每個 task 咧都喺度諗爸爸啊，係咪嚟到呢個位差唔多咧？但每一次爸爸都係打破咗我個想法。終於開始行天梯啦！兩父女好有默契咁手拖手，準備踏出第一步。肥爸爸、希素，加油啊！係得，慢慢啊，你要過一步先啊。OK。哇，好驚我都，我都戥佢驚。係啊，好驚啊！哇，好搖啊！小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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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心。爸爸借阿女個力，阿女平衡。我諗佢哋已經冇望下邊，唔識驚。係啊係啊係啊！但其實嗰個搖房都好驚。哇，小心小心！好小心。哇，手都出曬汗。好，打開佢。先講出 Anson Low 十個缺點：太靚仔、太可愛、驚魚、成日都喺度威呀、飲水嗰陣時要伸脷、唔肯露額頭、太高、跳舞太叻、唱歌太好聽、太中意著長袖衫。呢個都係缺點。講出十個老婆嘅缺點：太煩、太趕時間、太中意食飯，成日逼我早啲食飯，成日一日淨係想煮一餐。好 real 啊呢一 part， 大家會好坦白地100%講曬，大家覺得雙方嘅缺點係啲咩？就十個夠啦，唔使講太多啦。唉，冇時間，冇時間，應該係呢封啊。唔係喎，搞錯，回到起點。嚇？唔係嘛？嚇！真係要由頭嚟過啊？唔係嘛？你好玩我哋㗎呢個節目。終於嚟到呢個重頭戲啊！就揾你個好朋友魚啊！唉，真係要面對。萬眾期待，阿露再次挑戰同好朋友嚟個親密接觸，究竟佢今次嚇唔克服到咧？唔好叫我你啊！哎呀，救命啊！哎呀，等陣，我仲以為我已經克服咗添。從前有你這一對手。記得 subscribe 呢個 YouTube channel， 更多 Feel TV 嘅足本節目將會定時上架，撳埋個鈴鈴，一有新片即刻通知你。